叽叽哩哩，痛痛快快，刺客醉了酒。大鱼落在七彩鱼捞，两滴水急流。蛇蛇着上七彩鱼捞，滴水洗马骝。夜里荡在正东起出，次次拜干手。看着乐身一起再多阳光几罐酒。我这波游闪非常的凶，千里之外可以取敌将首级，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千里之外去杀这个脆皮伊泽瑞尔。此操作要的是一秒八剑啊，难度可能比较高。这一波他的酒桶在上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所以这波可以杀。如果酒桶不带，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正确的啊。酒桶不敢上前就行。这波他的队友不在啊，我是有双招的，所以趁这波线比较好，对吧？哎，就回家，这个节奏就很棒，这是我们崔斯特最喜欢的节奏了。感觉他的打野好像来了啊！这波闪是提前意识闪，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么的刁啊！带下刁德一，他只要大众我就没了。哎，骗一个大招，哎，骗个闪现。哎，这样的话贡献就非常的大啊，可以搞一下有金身，非常好。好啊 ，A E 缓速戳他，没事，原地啊打伤害。我现在的原地啊伤害，你看我在原地啊，你看我这个这非常的牛皮啊，你看我这个小啊呢躲掉了他们的一个天音波的同时呢，又打出了巨额的输出，因为我的大招已经叠到了四级啊，当好我五级了。啊！不要这个招不吃，啊，好，没了。这一万公里的牛手上的飞机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爆发是有多高。大招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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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，啊！耶！我靠，白交个闪，他直接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以为他没死，所以我想我再补一下吧，万一给他跑了。你看，好 ，OK。好，我很肉的。怪圈刮一刀斩，没事，我感觉可以走一走，吸血，吸一波血，吸到了，很棒。然后拉 AJW 在怪圈刮一刀斩走啊，我难过，不要有我会死，我肯定死不了，我这一丝血我直接就反劈他，我猪死一刀斩，踏过贼炸，往后拉他晕不到我，哎，我跑速超快的，然后往前冲拉耶，哎呦，这个呢就是说没有贴墙啊，墙有点厚，我的队友过来科比了一波，捡我一波头，哎，没事，免费回城，不痛，很痛的啊，一直一菜刀没丢到无所谓，这个药一直耶，哇，这个塔直接秒啊，哎，我闪都没有按出来，死角城的话呢，感谢柯南的大火箭，谢谢。西兰，
是蓝药，他不回我就是蓝药。被动点一下，打野来了，我知道，但我可以隔墙闪，你们。就比如说我这把看到这个 EZ， 我可以打过他，好，我就追他，我就杀他。但实际上你要考虑到对方其他四个人的位置在哪里，是否有资源，对吧？但是我管你有没有，哎呀干，也干，哎呀干，哎呀死的要治脑淤血，喝了。他就会被我缓速，但是你看我兵是不漏的，看到没有，细节多到位啊！哎，没用的，金顶着也没事的，哎，大招一给。干了，看我位置，看我位置 ，OK， 来。漂亮，他没了。哎，我一闪失误。哎，你们看一下我的数据，你可能会懂很多东西。首先，第一，对敌方英雄最。刘乐，吃入下播，明天早上不见不散，各位同学，言会播，刘乐。